看来这把还必须去西点了，早知道带传送了。乌鸦飞了，一个调香师，一个前锋。可以，这鸟给力。我不会再抓调香了，调香是不好抓的。不停的要摆给乌刃，这贼烦。专挑这种打，调香师、先知，等会儿补救了。前锋来了，前锋是在起点那边，然后就是先知和调香在这儿，他在开球，他不开球没法救，挂死了。先知桥上，演员这边，他知道我近身，球应该都用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可以换了。他竟然不撞了，他知道我在金身，因为我胆子大，直接签，撞了就白给。不过他没怀表了，然后就是两台前锋遗产和桥上先知遗产，然后调香师重新起一台。看能不能拦住啊！拦不住也要打个受伤啊，不然这把可能不好赢。拦住了。被卡位了。好像是会从桥上过来，他也救不到人。
没看见人。黑妹也要抓。那我带个金身干什么呀？这人玩秒切，我才发现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抓的是黑妹。用护臂。哎呀！这金身正好有用了。刚才还想说我要打吃鸡刀吃键盘来着。一个鬼屋，一个起点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呀，我去！现在往另外一个桥走了，我看见他了，还在跑，等我拦一下。过桥了，到帐篷了，他在排地窖啊。那是磁铁在跑。卡了一下。把它卡在这儿了。
他把车开走了，那你没了呀，你又没鸟。感天动地，兄弟情啊！又没找着贴了，看见他了，有没有？不亏，稳赚。吸得到吗？你又吸不到，那么远。还不起来，不行，把你挂了。还不过来送了吗？跑个锤子，早点下一局，打了都快活。行吧，那我挂完再找你。那这不叫灵性多了吗？早点这样不就完事儿了？奔小木屋，小木屋有人跑了，结实看见你了。估计把他放出来了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白给了。等无人，我非要双刀把他带走。好吧。
这个时候市场就有用。人控太多了，把家伙赶出去。救他救他救他，不打你。他不会点了个三级挣扎吧，吓人。先知补佣兵救，要么拦住佣兵，要么刷死调香，不然就要当硬仗了。手机子稳一点，毕竟我要闪现，拖时间越久对我有利。先叫起来，调香师不对，佣兵应该直接点。他如果修得完直接点，他修不完，先知没治愈。双人一起修了。他没治愈，还炸一下。不会点了吧？
没看见人，小木屋佣兵不止他一个，小木屋还有调香师。他太怂了，我想翻窗，然后给他一个不认的，太怂了，没办法。你敢滑吗？完了，蹭了十几刀，亏了。鸟没给，刚才闪现还急了，如果他这波鸟给了我就炸了。亮的魔术三连先知佣兵废墟，小木屋后面，不着急吧。还绕呢，这都没中。这下完蛋，这把要把平局打了。佣兵没死，他还能二救。我挂到他那边手机子，不然这把可能要输了。还差一点，点是点不完。这波直接打调香就完事了。直接换时长，准备踢机子，完事。也没重新洗啊，先知干嘛去了？如果我能知道先知在哪就好了。魔术补，
是不是血炸了？不知道他们爽不爽，反正我爽。舒服了，非要搞这一台，踹一脚就老实了。这就是问题，防止我要去双十一，丢个眼卡一下。那双十一没机子啊，可以不用去。先知带跑上大团了。黑妹的修。我不太想去船，我还看见一个，不仅有黑妹，还有磁铁，不着急，我也不锤你。为了不让一个不让他受伤，也是拼了命呢。他们不想要有恐慌，修得快一点。这把节奏不好啊，被拖了好久。亮的是佣兵，丢三台，哎呀难受。黑妹一台，然后先知海边，黑妹人皇，佣兵跌倒，倒不了了，没了。还有一个机会，拦住这个佣兵，不让他救到人，拦得住赢，拦不住输。我去看一眼，这还差很多。
哎呦，没打着！哎呦，我炸了！磁铁重新起。游民重新起，黑妹救人。这边是黑妹，还差一台。有没没治愈？磁铁一挂死。重新补，这边要么拦住佣兵，要么杀死铁。OK， 佣兵被拦住了，没了，输了，他们输了。其实这一波震慑最亏的，这个佣兵不应该被震慑的，吃不开。那个站着不动的是谁啊？机械师还在站着不动，还在玩。没娃娃，人还死了。哟，你居然不过来，我炸了。你可弹得真秀啊你。火呢？
不摸好佣兵是不好救的，残血是捞不下来的。卖了。撤。应该这是最后一台。佣兵得倒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找你，你自己要过来的。弹。还敢修梯子呢？敲一下，三连，小木屋的那边，应该会往医院里面走。看见你了。好，毛你秒倒了，跑不动了，加油丝，再见了你了呀，可以的，明星，难逃一死。卖了吧，卖了，走了。那佣兵都不打算过来的，就这么无情。再弹一个护臂，不然锤了，他走了。你往哪跑都没有用。没摸佣兵，磁铁也不打算救，都没有想法。磁铁三连，限制石像，抓限制吧，我还想抓磁铁的。吐一口，再来一刀。
这样一来有两种方法可以把它带走，吐司和普通攻击，就很爽。过来 VIP。跳出去了，他也救不了人。先知重新起，佣兵逛街。慌啥？我也没闪，反正你也救不到人。取消插刀小能手，兄弟给点力，快丢磁铁，快，没意思。魔术抓，看板不弹，这魔术不好瞅。VIP 欢迎你，这鸟要给佣兵了。不救了，溜了溜了溜了。真不救假不救，真不救，真狠。吐一口来一刀，买一送一呀。亮的佣兵，先知在墓地，墓地转红毯，他修红毯，佣兵过来救，他再不救的根本就赢不了，地窖里便想走了。他这波肯定要救人，他不能再卖了，在这边坐等吧。还要用护臂，人也没撤下来，下一局吧，下局见。老样子，吐一口来一刀，没吐中，鸟还没交呢。
何必呢？还在挣扎。我都不着急，我慢慢的荡，我在拖闪现，吐一口来一刀，一刀也行，反正闪现一刀带走算了。拿凉快来打你去吧，走了。然后现在再往红毯走，估计要抽宝贝。错了，宝贝还想跑。前锋应该不止他一个。那抓磁铁吧。翻窗加速，再翻一次，再翻一次，哎 ，nice， 那你就要被卡死了。谢谢技能啊。先中树，这边丢个眼，这边再丢一个，丢个树枝踩个板，然后完事儿，等佣兵过，等空姐就，这鸟喵啊！没打到，你干嘛呢？还玩提前枪呢？修的呀！来撞，来让你撞，对，这就对了嘛，我刮不到人，我必须让他撞。好了，下局见吧，也这到处都是失误。丢满丢满丢满，到处插满眼，完事儿。树种满种满，100万个火，全中了。快点，放弃了，下一局，前锋懂事点，还皮，皮着你，我估计这金身不用换了，从开局到结尾应该全都用得上，挑战师在跑废墟，那就代表那屋子里有人，有人跟他抢电机，黑妹。
估计翻窗加速，然后到那个窗户口，然后等。小香水，小板子，可以的，秀的，倒不出刀哎。然后这波交香水，蹭十几刀。跑不掉了，想转小木屋，这边只有。叫黑妹帮他下板子，估计还能拖一点时间吧。然后这边在呼叫前锋喽，他也顶不住了。蟠桃一打，骗金身付出代价。有用啊，两个人都倒了，你还撞我，有用吗？还没球了。黑妹摸前锋，磁铁过来救。磁铁走医院，肯定叫他不要走三连，会吃无人。要么就磁铁不救，把这个人卖掉了。肯定要翻窗甩翻出来的。救了，他不敢救，他怕。只差一台了，差一台三连电机。二楼有两个人，前锋和那个磁铁。可以的，很秀，那你得死。我正愁挂不上人呢。我正愁怎么守三连，然后他这人就出来送温暖了，太爽了。前锋修，磁铁救，要么摸前锋，把前锋摸好。前锋救，磁铁修，要么就前锋修，磁铁救，要么就换一下，反正总有一个人救人的，估计要卡死，一旦过半我就直接守机子去了，我就走了，走了，你又修不完，那么慢。假装打无人，自己往脸上撞。黑妹重新洗，磁铁往这边贴，要么就是两个人一起修人皇，不救了。我觉得他们不敢这么做。把黑妹淘汰了，然后传送了。房子被揍，他揍我了。
传错了，哎呀，无所谓。前锋就是一个翻窗快的三家了，现在是传不过去啊。他在想啥呢？还想走个地窖吗？只有在废墟，废墟往石墙走，抬地窖去了。如果他不在这，那就代表他在小木屋苟着了。画面亮了，看来没早餐苟着。再去打一波前锋哦。不是，这两个人脾气还挺倔的，就不投，觉得自己能走地窖。这人在医院里面，还有一个人在收东西，应该前锋了。这老哥真就不出来啊。终于出来了，接着丢，这都敢反的。熟悉的熟人点，先知在跑，小木屋有人板子帮他下了，乔安师，然后又是翻窗加速，然后在这个窗户口那等我，真是。我打歪了，我的锅，不敢弹了，应该翻出去直接打他完事儿了，我怕他看不见，想弹一手。这波取消操刀了，还好，操刀跟盖板子，我觉得盖板子恢复的快一点，有技能。他要转小木屋了。小木屋板子被吓了，有点难受，要被牵着鼻子走了。哎，这都空，炸了！就三台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拦住前锋，前锋都修完了，就玩个锤子。挺秀的呀，
谢了啊！换人来救，乔恩斯过来吃铁锈。瓶香水吧。拜拜，告辞，你救不了人了。磁铁就调阳修，磁铁在好远的地方，应该走医院了，他不会走空地的。坐等一个取消操刀，你全部都按照自己的，这全部都人类的思维。要是我也会这么做，因为我也玩人。你救不到了，你只能救磁铁，然后靠吸，然后去救了。哎呦，这么远！修到最后一无所有，挂是挂得到，有挂人加速，有清晰球加速，除非他点了个三级挣扎。我赌5块钱，这个魔术师要是倒了，这个前锋100%不会救。调阳和先知，应该没那么魔术。真敢烦啊！一会儿就好了，短球。我都注意一下这个人开球，开球的方向就好了。不要给鸟了，无所谓，反正都是下一个无人的事情。你觉得你跑得掉吗？骗了金身就别想走了。骗东西要付出代价的呀。两个人修，一个人救，调阳师救。扛到刀了，还行。如果一直没人摸前锋的话，这怀表就一直派不上作用。电机还能守，
耍死准备换传送啊，这波挂前锋，前锋倒了之后调上是会摸他的，很快的。哎呦，问题来了，如果那电机修完了我传不了，有点尴尬呀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那传送传个屁呀，传限制开始修了三连，他们把这个两个人摸好，抓先知吧。来了，乌龙刀来了。我不挂，没必要。挂了干啥？摸人去喽。好像是摸先知，摸好过来救。两个人治愈都在啊，先知自己交了治愈啊，他并没有，他并没有被调香师摸起来，调香师回去了，等前锋飞吧。没了，他想救人没救着，调香师在二楼，出来了，一个无人的尸体。